拒绝外国援助的文件曝光，让府院非常的丢脸。结果呢，总统阁揆公开点名外交部一定要惩处。当初说要一肩扛责的次长夏立言已经提出辞呈了，从今天开始休长假，但是他还是觉得相当的委屈啊。不过呢，这个外交部长欧鸿烈说，院长还没有批准夏立言的辞呈。